这个是秘方，教各位一招。教这两个人想抓时间差，想在冰界的时候点个几下塔，我就杀一下热血，我叫洛伊传大嘛，对不对？问题出在这个大绝，大绝给的时机不够好。这两个已经很紧张了，因为他们是负责刺杀的啊，负责刺杀这个塔或是这个小詹的，他们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洛伊到现在还没给大，会有 1.5 秒的延迟差。洛伊给大之后要 1.5 秒之后才能传送，11分10秒的时候就要直接给他。那11分到这个时间位置，12秒的时候你就可以传送，那个时候你就两个站在塔下直接围城，就变成说阿玉还想摸一下，然后14秒传。你看他们可以按的第一时间是什么？这个时候来东开始按了，5秒，已经5秒过去了，已经被开始包了，这个阿月差点就死掉了。洛伊的传送阵可以持续8秒钟，所以你就算11分10秒给大，他们最晚最晚还可以打到11分18秒再传。假设是段誉先给大，这个人不会这么危险，因为差点就挂了。